在荧幕前，我们欢迎一位来自冥王星的鬼灯奖。节目一开始，有人出片了，来欢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江凌，这是我的新 EP。 主打歌是，好吗？这是 EP 单曲吧。对，里面只有一首歌而已。是的，唱两句来听。好。我们都别哭好吗？一定要幸福好吗？过去所有不开心都忘记了吧。你梦想的终点，我没有去抵达。 才会忍痛把你的手给他。太好了，谢谢，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种新的 EP， 对，也希望灵界的朋友也喜欢，也希望灵界的朋友也喜欢这种新的 EP。谢谢大家，请坐。好，最新专辑，最新 EP 好吗？ OK 的啊，好。夏天到了，很多男生洗完澡喜欢光溜溜的在家里走来走去。小弟当年也是，但是如果家里有来自灵界的女访客，那啊，岂不过瘾了吗？请看这段影。 有没有？有啊，不过去了，不过了。有刚没看到，注意看，他在放大。在后面走。哇！太清楚了，太清楚了，太清楚了，太近了，太近了，太近了，哎呦，天哪！哦，是。 这个女生应该就是住在那个房子里面的吧？应该跟那个男生没有什么太大直接的关系啊。对啊，可能就是在那个空间里面同瞬间出现这样。对。他如果有关系，他应该会去看看。我接近这样。对。嗯，怎么样？穿的好好的，我没有那个。有的时候有些灵并不是说一定都是恶灵，有些人可能就是经过而已。 或者刚好那个是拍到一下，所以就必须说每一个灵都是会来伤害你的，因为这个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的空间跟他们空间是重叠的嘛。那有的时候他会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而已，好不好？日常禁地。好，我今天要讲一个故事，就是自己的一个部落，然后就因为以前比较，因为部落有点小，然后我们能玩的地方就是在深山里面一点，然后以前都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一个禁地。 在溪边玩一玩，然后就有点肚子了，因为我们原住民就是看到路边有什么一些植物的东西，像藤心啊，或者东西这样，然后我们就会去采，然后就我们就三个朋友去采那个藤心，就采的过程当中，采一采，突然有一个阿公走过来，然后带着立斗，就这样一个立斗，然后这样慢慢走过来，斗笠吧，对，斗笠，我忘了斗笠，斗笠，一个斗笠，然后在慢慢走过来，然后他又很瘦，我们在采过程当中，他就说。 不要割，突然我就走下去，我就走下去，我说：“阿公啊，因为他说你这样戴着那个斗笠，我们看不到你的脸了。”他说：“你要讲话就靠近我们一点。”然后我们一走过去的时候，他说：“往后退。”不要割，往后退啊！对，往后我走一步，他就往后退，然后我又再走一步，他又往后退，然后说：“不要割。”然后突然有一个朋友，他就就白目，然后就突然说。 啊，不管你啦，反正我们就爱割，就是要割啊，我们要吃啊，啊，这又不是你在管，对不对？然后突然就一个，他突然就是很在旁边有一个茅草屋，他就在故意在旁边小便，然后我们想说啊，我们不要走，不要理他，我们走，我们走走走就回去。然后过没多久，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是生病了，他就生病了，然后病得很突然，然后后来听说是他得了什么，医生说他得了癌症，然后他后来就是接受去接受化疗。
他接受，然后我们就常常去医院去看他，然后看他就整个就化疗当中他已经变很瘦了，过一段时间就化疗就变很瘦，然后他就坐在床上也不发语，他就说不要给我，就说不要给我，哼，活该，他就都讲活该，那我们就有点害怕，我就第一个时间就反应了。是不是？因为他越瘦，他就很像之前我们看到那个阿公啊，就好干哦。我就想说，然后皮肤又是灰色的，然后后来就想说回去去找我家阿公，就问说，我们就说就把所有的事情跟他讲说，我们就是在一个山区，然后采藤心，然后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我们都不知道，就打我的头，神经病。然后你们去那边干嘛？因为他说那是个禁地。然后他问我们说：“你们去那边有没有做仪式？”我说：“没有。”因为我们原住民通常就是你要去一个境界的地方，一定要做仪式。你没做仪式，那就是会不太顺利的，就不平安。然后就一直被骂，被骂，被骂。然后后来，因为我阿公他本来就是会有一些会一些巫术，他本来就会巫术。然后当我阿公一进去那个病房的时候，他就突然走开，走开，走开，大家要走开，走开，大家要走开。我想干嘛要走开啊？自己的人为什么要走开啊？我们都很熟。他说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然后出去，然后就冲过来就抓我们说你为什么要割？一直抓我们说你为什么要割？你为什么要割？我说你现在生病，坐好，坐好，坐好，要躺好，一直抓我们。然后阿公就也没说话，就摇头出去，然后跟一些部落会巫术的一些那个一些长辈就讲说。要把这个小孩子带回来，不然你在医院没办法，就把他从医院送回来之后，然后回来了没第一天的晚上，他人不见，一个生病的人能跑多远？然后我们全部人都在找他，然后我阿公讲说，这个人一定是跑到那个地方，就跑到我们去采那个藤心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去，他突然一个茅草屋在里面，一进去我就找到那朋友。他就直接，因为我们一进去，当下是有点吓到。他旁边就是一个墓碑，旁边是一个墓碑，在茅草屋里面。对，一个墓碑。然后他就坐在那个墓碑上，然后手就靠在那个墓碑上，然后他就戴那一顶帽，坐在那。为什么要割？他就说奇怪。我们想说，我们阿公就说道歉，我们就跟他说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他一当他拿那个帽檐上面嘛，一起来，哇，就完全吓到，一个灰色的，整身灰色皮肤，眼睛是红的，这样瞪着你，然后为什么要割？那为什么要割？然后我就有点害怕，然后我阿公讲说，这已经没办法，要把他拖回去，拖回去，他拖回去过程，他一直挣扎，他就一直很想回去那个茅草屋，然后我们就把他拖回去，后来全部人在做仪式。还有四个长辈，有阿嬷阿公嘛，他们就拿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一整片树叶，然后旁边就放一杯酒，然后他们就开始喝，然后讲一些母语，然后就开始喷，然后往他身上一直打，然后他就一直在叫啊，叫，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要来？他说为什么？他就突然讲出他的一个深情嘛，为什么一定要来破坏我的那个地方？就讲的为什么要破坏我那个地方？一直破坏我们地方，我想说。我们也不是故意，我们在旁边有点害怕，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因为那过程真的有点可怕。后来他们一做完仪式，他们就说没有救，已经那这个已经没办法。然后没几天，我们讲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过没有几天，他就走了，我那朋友就走了，就这样无缘无故的走。然后后来我们就去问一些长辈，因为听说那个茅草屋以前啊，那块地。然后就是以前那个阿公，他就是一直住在茅草屋，他不愿意搬来部落的原因，就是他以前他老婆，就是在采藤心的时候从上面摔下来，然后他那个阿公就是，然后一直等他，等到他在茅草屋里面就这样过世，然后就变成一个那边就是会变成一个禁地，就是说，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就是那个阿公的那块土地，就是我们刚刚讲那块土地，因为以前在那边很多人溺毙死亡。好，所以一进去，不管你要打猎还是怎么样，都要做一些仪式。我就想说，哦，人生碰到这个，有点有些东西是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尽量就是不要去踩。其实后来鲶鱼哥啊，也有后遗症。
他的嘴唇就那时候开始肿起来，是不是？是吗？哈，你小时候没那么肿，对不对？你看吧，都一样啊。乱割呢？来，请坐。原来我有室友。我今天要带这个故事，其实，是我自己亲身体验的一个事情。那因为我那时候，我大概在10年前吧，我回来从加拿大回来。那你知道，就是刚回来的。就是都刚回来的朋友都很喜欢去出去喝酒啊，然后很喜欢台湾的生活，夜生活。我们在晚上就是我去唱歌，因为我当天玩比较晚，然后就不想开车，我就跟我一个朋友，台湾的朋友说，哎，那我就可不可以借你的房，就是地方住一下？那因为我知道说他刚租了一个新的3房，然后一厅，那很便宜，反正他是比较旧公寓，我就走楼梯走上去，我记得好像是3楼，然后我就门一打开，其实我是一个很铁质，我不是信在不信那个东西的。可是我一进去，我不知道就不舒服，就有闻到一个很奇怪的味道。那个味道，有一点像发霉，是老鼠发霉那种味道。他的房间就是主卧室，比较大间的。那他的房间有一间厕所，我那时候去我不敢用他的厕所，因为他那个厕所的灯坏掉了，后来就用外面那间厕所洗澡。那可是因为刚刚一进去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然后就有很多想法，就觉得因为我之前看过很多鬼片，就是如果你洗头啊，然后就会有人会从，我就开始有想到那种有人在后面会偷摸你或干嘛，我就有那种很害怕的感觉。那个时候，我就很俗辣，我就洗脸就洗很快，这样就洗洗洗，然后赶快把眼睛睁开，然后洗澡就随便洗一洗就赶快结束了。那我没有洗头，因为我太害怕了。然后因为我很害怕，所以我就把灯是打开的。我没有把灯关起来，我是开着灯，然后睡，我就是你知道，就睡觉的时候，因为灯开的，所以就有点迷蒙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人从那个厕所那边就走过来，走出来，然后那个影子是一个女生的影子，然后她的速度大概是这样，就这样，然后我一看到时候，我就眼睛马上睁开，然后影子就不见了。影子就瞬间不见，然后你知道那个感觉就真的就觉得很像哇塞塞遇到什么东西，就哇塞就是，然后我就因为我又不想起来，我想起来怕又看到什么东西，我就转过身面对那个窗户，然后棉被，然后把自己身体屈起来盖着棉被，然后我就眼睛睁开，我不敢闭眼睛，我就看着那个窗户这样，然后大概过个不知道多久，我有可能也累了，然后就觉得我就感觉到有人或是东西就从入口那个地方也走过来，然后走来就走到床的旁边。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这是人的身体嘛。那你知道有东西靠近你的时候，你会觉得闷闷的，会具有那种闷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有人站在床那边一直，我不知道他在干嘛，就撞在，然后我不敢看，然后就眼睛睁开，我一直看窗户，然后我就一直看窗户，然后。一直到了大概是6点多，天一亮我就转过去，然后赶快就走，拿包包拿了就赶快走这样子。我也没有跟我朋友说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毕竟我怕说这样讲的时候，他可能住了会害怕，然后他的室友可能因为他也刚签约嘛，钱都付了，定金也都付了。然后一直到有一次，就是我们就好朋友出去吃饭，他就说那个地方就是他要退租。朋友要退租房子，难不成也被好兄弟缠上了吗？说这样讲的时候，他可能住了会害怕，然后他的室友可能因为他也刚签约嘛，钱都付了，定金也都付了，然后一直到有一次，就是我们就好朋友出去吃饭，他就说那个地方就是他要退租，他不住，然后我就想说，哎，为什么你不住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因为他遇到了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然后我就说，你知道吗？我也遇到了，我们就开始分享彼此遇到的事情这样子，那他就跟我讲说。他刚搬进去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多很奇怪的状况，譬如说有一次就是他在他就是隔天啦，他的朋友就突然间跟他讲说，哎，为什么你昨天就一直打给我？然后打给我之后呢，我接了那个手机接通了，可是就是听到稀稀疏疏，好像你有在
就是你也没有在说什么，就是稀稀疏疏这样子。然后挂断之后，我再打回去就打不通了。我朋友就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因为我昨天手机没电，我就放在家里面。那如果我要打给你的话，因为我上锁，所以如果要拨出去给你，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可是他们也找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所以就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然后后来又发生很多事情。后来有一次就是，他就跟他女朋友在家里面嘛，然后他就看电视。那客厅的话呢，就是我面对电视，旁边就是那个主卧室的门，那门是大概半开，然后他在看电视，然后他女朋友就是在好像是说他在洗澡，他在看，他就从那个门的缝就看到床上面就是有两条腿躺在那里，然后他就说，那你不是在洗澡，你干嘛躺在床上睡觉？结果他就走过去，就门一打开，他女朋友在，就他女朋友是坐在那个梳妆台上面敷脸。他女朋友在梳妆台上敷脸这样，然后可是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觉得那两条腿是谁的腿这样。然后后来那这还不是最后他搬家的原因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最后一次是有一天晚上，他们两个就睡觉嘛，因为是双人床，他们就睡觉，男生睡在这边靠窗户，女生睡在靠门的地方，然后两个就躺着。然后也是大概到干什么吓人啊，真的吓死人了。然后也是差不多到两三点的时候他说的，然后就躺在床上，然后也是要就闭着眼睛，然后就迷迷蒙蒙，他就看到也是跟我一样哦，他就看到有人从厕所走出来，然后可是这次是一个男人，就是一个男的这样，他说他遇到一个男生，啊，就走过去，就走到他的正前方，然后他想说，他就很怕，就觉得很怕，总会遇到这个事情，然后他因为他那时候完全不能动，他跟我不一样，我是可以动的，他是完全不能动，他说他不能动，然后就因为他跟他女朋友大概是只有一只手掌的距离，他很想叫他女朋友去把他叫醒，可是他就完全没办法伸手过去，然后他就。怎么办？然后就心里就很用力，然后想把头转过去，就转过去。他又看他女朋友是这样一直看着他，他女朋友也不能动，他女朋友也动不了，他女朋友不能动，他女朋友完全不能动，就一直看他，完全不能动。然后后来他就心里想完了，死定了，然后就一直念就是什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什么耶稣什么，其实什么都念了就对了。然后就两个就念念，一直念念，就挣脱了。然后一挣脱开来之后，两个就连夜就哇就冲出去，就冲回那个就是他女朋友家，然后他当夜就赶快跟他爸妈讲说，快点过来帮我们搬家，他连房子他那个租屋处他都不敢去了。然后后来因为那个才刚刚才租嘛，所以他就跟房东说他想要退租，然后房东说为什么，因为他就讲了原因，房东二话不说连定金什么钱全部退回去，退给他，马上退。隔了蛮长一段时间之后，就有几个同学他们就去查，好像是说，那个地方，那个好像是一对情侣，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两个就烧炭在那个殉情，然后死在那个厕所那个地方。那你朋友还真能够撑哎。对啊，要是我的话，我看到那两条腿的时候，我就只搬家了。可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觉得自己可能两条腿，他可能没问题，因为看到的时候腿，可是一起来的时候。其实门遮住的，然后一打开门，就女朋友就坐在那个梳妆台，所以她就不可能一秒就。我觉得房东比较厉害哦，你到底发生什么事？哦，推给你，马上，确定的，因为遇到了。对啊，你万一跟他讲，有老鼠呢，不可以，有老鼠能退什么钱呢？对不对？好来。觉得我们那个李刚林讲的比较恐怖的，请亮灯，一二三四，一半一半，没过来，请坐，我们要过五个，哎呦，嘴唇蒙后这个是厉害了，灵异大问号，小娜，请问一下，大家都常常在外面做事情的时候要租房子，可是租房子之前。可不可以先做什么事情，才知道说这个房子干不干净，或者我们让它变干净？一进去啊，房子手重通风，味道，因为他们不喜欢待在
那个很通风的地方，他们喜欢待在那个空间是比较停滞的状况。然后第二就是有窗户有阳光，这就是最基本的。但是你今天已经租了，你看定了你租了，但是不一定符合这两个条件房子就没问题，还是有可能有几率。我都建议说你当签订了这个房子你要搬进去之前，先跟地基组两位地基组说一声拜拜，其实就两个便当两份饮料水果金子这样子拜一下，就说我未来是在这边的房客，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稍微和平相处一下。那地基组你把它处理好之后，他也会帮你把你的这一块地方，比如说这个房子这个房间，他会把它捍卫好。那如果你真的再住进去很奇怪，就是下次你如果再住到你朋友家是这样怪怪的，你就不要再不告诉他，你可以直接告诉他，你可以直接告诉他你的房子有问题，是是是，或者就不要跟这个朋友交往。可以，你可以直接告诉他，然后让他去找他熟识的老师，可以去处理掉，也不用被吓成这样。好吧，是不是还是要？就是其实味道很重要，你进去那个其实第一进去的那个感觉就很直接了，不舒服就赶快走。对。好，君文，你长那么大拍那么多戏，没有遇过怪事？有一次是在那个台中啊，因为我们那个时代常常拍学生电影，那其实那个饭店就是听说就是活在那家，有一些啊有一些这样的这一类的事情。活在那家。对，也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啊。那次我们刚到，然后我们要 check in 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坐电梯要上去。结果我们去，然后坐上电梯以后，我们应该是往上的，对，我们应该是往上的。结果他上了以后，不是停在我们那个楼层，而且电梯也不开，然后不开，我们想，怎么搞？然后他又下，下到往地下室，然后打开是一面墙。打开是一面墙，他把封起来。对呀，然后我们吓到了，我们赶快按那个就是那个关门。紧急铃。对，那紧急铃啊，可以通话。你太熟了，那个可以通话，这个熟了。哎，打开一面墙，你见过没见过的？才两个人呢，我是一个人。是啊，我是坐到屋顶打开黑的，还有一些桌椅倒到地上。我讲。你应该进去看一下嘛，不可能的。我再来回两次，没有，我们就那一次我们就按那个啊，可以通话的，就一直救命啊，救命啊！对啊，因为我们没有说救命啊，救命啊，因为觉得像好像太熟了，救命啊，救命啊！对啊，结果后来就门就关上，到一楼我们就出来也。对啊，我们就不敢再坐那个电梯。那个饭店是，我是听过两个事情，都是我们同一个剧组。一个呢是一个制片，他就在房间里面一个人睡觉，吹冷气。然后后来我们在楼上，我在我老板的房间，突然制片打电话来，那我听我老板的接到什么？好，我们马上下来，就挂电话。小黄走，我们下去。我说去哪里啊？我就去那个制片的房间，我就去，然后去呢就敲门，你就看门一开就脸已经发白，然后没什么力气。我们老板问他怎么了，不要讲，赶快走。好，我们就到楼上去，然后给他喝茶，他就比较平静。他说：哇，我刚刚在房间里面洗完澡，怎么样睡，就开始有一些杂音，然后慢慢的就发现他的床边全部都是人。在讲话，知道台语啊什么的，他听不太清楚，大家就一直讲到最后好像是开始讨论的，这个人为什么睡在这边。他说他打电话上来的时候旁边还在讲，他就说你那个你下来讲吧，然后挂掉那个声音，所以他快疯掉。那个还不恐怖，另外一个是一个女演员，也是在那一栋里面，她是洗完澡睡觉，突然看到一个镜头，她疯掉，就是不是都有冷气口嘛，对吧？饭店不是都有一个这样的冷气口，横的，对不对？中央空调。他就看看，一飘到他疯掉，因为那个冷气口里面有人在看的。哇！疯狂，他疯掉了。那个画面是比较恐怖啊，塞！
最近要去外面出差了。没有，不去了。七月啦，七月快到，你要去啊？看一下冷气孔。去美国，好吧，那个饭店有名。姐姐，你的身体借我好吗？是它发生在我干姐姐身上的一个故事。那个时候我年纪比较小，大概国中的时候。那个姐姐其实是我爸爸妈妈认的干女儿。那个姐姐就是小时候我觉得她长得很漂亮，她很高，但168公分，我觉得很高了。然后就腿很长，然后是一个非常健美的女生。反正她经常就是会来我们家跟我妈妈泡茶啊聊天，所以我们感情很好。然后后来就很一段时间，突然就有一阵子她来我们家之后，就觉得她的人就没有那么靓丽了。就其实年轻女生20几岁，然后我会觉得说，她的那个感觉。长辈的说法是说，人耐看起来 low low， 就是你觉得他不清爽，然后也没有，就是眼睛也不亮，然后他在家里面就是一直打呵欠，然后你跟他讲话，好像他都就是听不到，没有反应。可是他有一个改变，就是另外一个改变是他就一直吃东西，就有时候你跟他讲话，然后家里面桌上因为泡茶可能会有些零食，然后他就是都会拿来吃。那漂亮女生就是会觉得他要减肥什么的。那就是这完全就不符合他会有的状况。然后是我妈妈的朋友，然后他有开庙，就是一般可能会在住宅区会有的宫，他的主神是那个三太子。然后就某一个周末，然后就是大家就都去，也想说哦就拜拜。然后一进去的时候呢，那个三太子其实已经是在办事情。然后那姐姐一进去之后呢，她就打呵欠，然后那个呵欠其实是比在家里面的呵欠就是还要再大，然后再来是她还打嗝，就是一直打嗝。那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有时候看到就是你打嗝很像是有神明要过来挖心，然后那个三太子看到她的时候，三太子就起来，然后我们就根本搞不清楚什么状况，因为就他不像前面他会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是你要问什么事情，然后三太子会在那边就是可能敲桌子什么，对对，这一类的。他就起来，然后就看了姐姐之后，然后就开始在他就是身就是比划，然后就是还就是这样子比了一下一阵子之后，我姐姐这么高的一个就是健康靓丽的女生，她就突然间就坐在地板上，她就开始就是在地板上玩。就这样，她的行为就从20几岁的一个成年女生，然后变成大概只有3、4岁的小女生而已。然后三太子就说：“你想怎被带这糟囡仔？你有什么？就问她有什么事情？不然你为什么要跟这一个人？还是你跟这个人有怎么样？”然后她是小女生，所以你好像问她事情，她也就是不太搭理你。然后她就继续自己在玩。然后三太子就又跟我姐姐讲，他说你就是不属于这个地方的，然后你跟这个女的也没有什么恩怨，你为什么要跟她？你到底有什么要求？然后那女生就说，就是她好像都一直一个人，然后她觉得她很冷，然后很无聊。三太子有问他说：“你有没有需要什么条件才愿意离开？因为我们好像觉得说，其实是很复杂，可能要烧很多钱给他。”结果那个小女生就没有，她就说：“我要谢谢，我要红色的谢谢。”然后就蓬蓬裙，她就其实都是一些小女生要的娃娃，然后指定的红色的谢谢，然后跟洋装。然后就是他开的东西，然后都说好，我们会给你。然后说那你就是，有看好哪一天，然后说要帮他做一个法事，然后这些东西全部就是都烧给他。然后他说好。完了之后呢，三太子好像又不知道又做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给我姐姐喝了个什么，然后他就倒了。然后又隔了一阵子之后，他就起来了。然后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他一点都不知道。那他是说他是在9弯18拐的地方，然后跟到他的，然后可能是就是类似什么频道比较近，然后去跟到他。
然后后来就姐姐到目前为止就是都还平安健康当了妈妈。你们来这种阴的呢？好，这个事情就是磁场刚好很近，嗯，不过他这事情就处理完了，他应该就没有什么事情，对不对？没有，对，但是我觉得就晚上不要出去玩。那是，我跟你讲，晚上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晚上有些地方不该去，真的不要去。嗯，好，比如说什么墓园啊，哦，谁晚上去墓园玩的？有啊，年轻人有，带你去夜游，带女生去，现在不流行了，对啊。出去走走，你的手怎么那么冰？真错，你看到的是这个女生吗？就是有些地方不要去啊。还有去外面玩的时候，千万不要那个乱讲话。嗯，有些人会在那边啊，几乎乱讲，铁齿之类的。那我觉得这个都会得罪人。嗯，来，请问一下，何怡佩小姐，她讲的比较恐怖的，请亮灯，一、二、三。哎呦，我告诉你，厚嘴唇果然有威力。灵异大问号，那个有些网友来问哈，就是说有些女生啊，因为各种原因啊，不得已之下，可能拿过小孩，嗯，那她也超度，可是平常呢，她想说再念一些经文回向给这些小孩，那要念什么经文比较好？已经做了超度了，我们还是想要回向给那个小朋友，不管说他现在在哪里修行，或是在哪里排队轮回，其实我们都可以在家里简单的念普门品。普门品，其实我都建议，一般般的普门品就好了，因为，比如说像《地藏王本愿经》，就是内容，经文的内容有讲到超度的事情，也有讲到比如说地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种经文不是不好，只是说他在家里面这样一个只是居家的磁场里面念的时候，他容易吸引好朋友来听。当然有些修行人会觉得说 OK 我跟你共修啊，没有不好，但是问题是他听完他不见得走，他可能会贴着你，那就会变成说他会一直在蓄你的阳气，这样反而会对我们人本身的运势跟身体健康都不好。所以在家里如果说你真的要念，不管说你是要回向给自己，或者是回向给家人，或者是小朋友，一般的普门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那部经其实就是最安全的。但是记得一定要衣着整齐，不要穿短裤，然后不要这样摊在床上这样子念，那是一个很不礼貌。如果说你们家里真的没有佛堂，那你就把房间就是内衣啊那个什么通通都收干净，看不到，那你就好好的坐着这样子念也可以。没有人会这样念经的好不好？哇，这样子不对，你要有恭敬的态度，坐一个地方这样坐着嘛。对。那如果你要坐地上，你就盘腿坐嘛。对，他得坐着念就好，好不好？那想请教一下那个小娜老师，是就刚刚那个他说的那个打哈欠，尤其是他到了那个宫里面以后打哈欠，打得更大，那个哈欠有没有什么？在宫庙里打哈欠有什么特殊意涵吗？广告后告诉你。教一下那个小娜老师，是就刚刚那个他说的那个打哈欠，尤其是他到了那个宫里面以后打哈欠，打得更大，那个哈欠有没有什么？我们都知道打嗝嘛，对，但是哈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他其实这种讲是有两种，因为一般人不知道，很容易误会说打呵欠就是可能有神明或者是来要附身的前兆，他其实不一定，有些是因为像过度疲劳被鬼附身的这一种是疲劳型的呵欠，跟像我刚刚打嗝，那就是师父来，或是有的时候我会打呵欠，那个是神佛来，那个不一样，可是气色上会分辨得出来，它是累还是不舒服，气色上就分得出来。我也有听说过一个这样的故事，你怎么？就是我听到剧场一个朋友讲的，大概发生在民国60年代，在嘉义。他就是有一个那个时候，这个先生是30多岁，哎呦啊，他结婚，然后他的老婆呢就罹患了癌，罹患癌症，然后在医院其实住了蛮久的，
这个先生他跟公司请假嘛，请了蛮长一段时间的，后来他就上班了，然后他公司的同事就说怎么样，你太太的病怎么样？他说都好了，他已经回家了，你知道，他已经回家了。之后他就继续正常的生活，但是他的同事看到他每天就是这个脸色，两三个礼拜以后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然后常常就是打哈欠这样子，嗯，你知道，常常打哈欠，然后精神不济，对，一直到大概不知道多久，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有一次他是骑脚踏车上班，他骑脚踏车上班之后，然后在路上昏倒了，然后就送医院，然后他的同事就去看他，那同事看他怎么啊，是太累了啊什么啊，我当时他说其实也没有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昏倒了这样子，因为他那个医生跟他讲说要住院，所以他就拜托他的同事回到他家去帮他拿一些盥洗的衣物啦、换洗的衣物等等的，结果他同事到他家之后吓到，嗯。他家里好像好久好久都没有人住，嗯，蜘蛛网啦，乱七八糟啦，嗯，你知道吗？然后还有就是他老婆的遗像，他不是说病都好了？对。然后就是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他精神有问题了，打击太大了；一种就是他跟他老婆的鬼魂生活在一起一阵子，嗯，后者有比较有可能。是哈，嗯，对呀、啊，然后他就是他以为他老婆是好了还活着，其实他相处的都是那个鬼魂。你没事讲得这么恐怖干什么？对，恐怖的要命，好不好？好，太恐怖了。让鬼带你去旅行。之前我有朋友，他们就是在暑假，那一家四口就出国去玩。那因为出国去玩，那天到了饭店的时候还蛮晚的，然后进去，他进到饭店的时候，他就觉得怪怪的，然后就全身起鸡皮疙瘩，就像我现在这样起鸡皮疙瘩这样。然后呢，然后那因为那导游小姐人蛮好的，又很健谈，很会就很热心服务的一个人，所以就帮他们拿到钥匙以后就开始发，然后发到我朋友的时候，我朋友说他住1320，那1320就是13楼，然后20号那个房。然后所以他就跟他家人就拖行李上去，然后可是一到上面，他看到他的房间是在整个饭店的最边间。那你知道有一些人是不喜欢住边间，因为他知道边间可能就是会怪怪的，所以他就跟那个导游小姐讲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换个房间，因为我觉得那个边间好像就是我不太喜欢住边间啦，可不可以换个房间？那导游小姐说好，我赶紧帮你下去问，就去楼下问，然后问就上来跟他说不好意思，因为今天可能团很多，整个饭店都是客满的，然后他就还是回到他原来的房间。那当他进去也是有先敲门，就是不好意思打扰了这样，然后侧身这样走进去这样，然后进去就看到有两张大床。那因为进去饭店已经差不多10点多，那隔天还有一天的行程，所以他就想说先让小孩先洗澡，就是先把小孩都弄好，然后小孩就睡觉，然后小孩睡觉就是他跟他老公就睡这个床，那他们是睡比较靠窗户的，靠窗户。那我朋友是睡在最旁边，就是窗户旁边这个位置。然后大概到半夜1点钟，他就听到有很蛮吵杂的声音，就眼睛就张开。那因为刚好张开眼睛是这样侧睡嘛，就看着窗外。啊，眼睛张开时就有看到那影子，窗外有影子这样一直掉下来，一掉下来。他想说是不是楼上在丢东西呀、啊？怎么就是很没有公德心？他才没想太多，因为太累了，他就翻身继续睡。大概睡到3点的时候，他又听到很吵的声音，可是这次除了有声音很吵，他觉得很热，他是被热醒的，你知道？然后一样，他就想说这么热，去把冷气可能调低一点。那他就走到那冷清的地方看，哎，22度，想说怎么22度还那么热，他就把它调到最低18度，最低那边。然后他正要再走回来的时候，他就看到窗外又有那个影子这样掉下来，这样，他想说奇怪，怎么会这样？他就跑到窗口去看，就这样往上看，啊，上面也是黑的，然后再往下看，下面也没有东西，他想说怎么会这样？那你知道女生就是比较胆小，她就赶快去推她老公说：“哎，我跟你讲，我好像看到窗外面有那种很奇怪的影子，这样一直这样掉下来，怎么？”她老公说：“你太累了，你眼睛花了，你赶快睡觉，明天一早要起床6点，不要再吵了，赶快睡。”然后想说：“哟，好可怕！”她就抱着她老公，就用蒙着头这样睡着。然后早上起来，他们就吃早餐。
然后也玩一整天。那当然玩了一整天就会忘记昨天发生的事情，然后他们要再回到饭店的时候差不多是八九点的时候就已经回到饭店，然后就跟小孩在那边玩啊弄，差不多十一点的时候我朋友就肚子有点饿，然后他就跟他老公说，哎，我们去外面买东西买宵夜来吃。那小孩你们他就跟姐姐讲说，那你们两个在房间里面啊，你要好好照顾妹妹啊，你就把门都关好，不要随便开门就可以了。然后他跟他爸爸说我们先去吃东西，然后他那姐妹就说好。然后他妈妈大概走差不多二十分钟的时候就有人来按门铃，然后那妹妹姐姐就说，哎，是谁？然后一开门啊，是导游小姐。那导游小姐说，哎，你们两个来开门，那你爸爸妈妈呢？他说爸爸妈妈去吃宵夜了。然后那导游小姐脸色就变了，他说吃宵夜，那我告诉你们，因为这个饭店其实在八年前就是有火灾，那很多人就是来不及逃生就跳下来就死了。那有一个孕妇就是很就是也是来不及，她就死在这一层楼的那个逃生门那边。然后所以呢，如果家就是房间只有小孩的话，他会来按门铃，那你们千万不要开门，因为如果你开门小孩子就会有事。他就说好，反正你们俩就乖乖在这边，记得有人按门铃一定要先从钥匙孔看。他就说好，然后的导游小姐就走了。然后走以后他们就是也在那边看电视弄一弄，然后看也半个钟头过去，爸爸妈妈还没回来。然后姐姐就说，哎，那我先去洗澡好了。妹妹说你不要去啦，啊，刚才那个阿姨这样讲我很害怕，你陪我啦。啊，哎呦，我就先去洗啊，就没事，你看我们坐那么久了。姐姐才刚踏进去要去洗澡的时候门铃就响，然后她就问说是谁，然后说送外卖。想说谁送外卖，我们又没有叫外卖。他们就真的从那钥匙孔这样看出去，又看到一个孕妇。然后她姐姐就说，哦，不要讲话，就当作没有人在好了。那门铃就这样按，说送外卖哦，然后她就又按，然后还是没来开，然后就站在那边听，然后那脚步声就走远了，这样。然后大概又没过几分钟的时候，又有人按门铃，然后他们就想说，按门铃会不会又是那个孕妇？先不要讲话好了。然后就听到是他妈妈声音说，哎，我回来了，赶快来帮我开门这样。然后想说，帮他开门，然后妹妹就要跑去要开门，姐姐说等一下，妈妈是有带钥匙哎，为什么要叫我们开门？对呀，三十小时故事。就那个门那个钥匙孔这样看出去，啊，还是看到那个孕妇。这位来自冥界的孕妇到底想干嘛呢？就听到是他妈妈声音说，哎，我回来了，赶快来帮我开门这样。然后想说帮他开门，然后妹妹就要跑去要开门，姐姐说等一下，妈妈是有带钥匙哎，为什么要叫我们开门？对呀，三十小时故事。就门那个钥匙孔这样看出去，啊，还是看到那个孕妇。他想说，哎呀，刚才说是外卖，现在已经会学妈妈的声音，所以他就姐姐就很害怕，你知道？那因为饭店里面都有那种就是逃生的那种防，好像防火警报器还是什么的，反正他就按那个就。铃声就很大声响，那隔壁房间全部都跑出来，包含那个饭店的人也上来了。那当然那个孕妇就不见了，你知道？那后来他爸爸妈妈回来的时候就说：“你们小孩子在那边乱玩什么这个按钮？”然后他就说：“不是啊，因为你知道吗？刚才那个导游小姐就上来跟我们讲啊，说这个饭店之前有失火，然后就有个孕妇啊怎样的，就把这所有事跟他妈妈讲。然后他妈跟他爸听了就愣在那里说：‘啊，是这样吗？’”我们刚才出去吃饭的时候碰到团员说，导游小姐在发完就是在中间去吃饭的时候，饭店上已经被车撞。吓死了！到底是要吓死谁啊？这个节目是谁啊？是要吓死我？我的头皮！我要讲的是这个导游小姐。小孩交代，不要乱开门。那我们没有。
友真的就有吓到了，然后他们就知道那天晚上他也不敢睡那个房间，就跟他老公说我们赶快去别的饭店住。然后当然他也没心情玩，回来的时候就赶快先去行天宫拜拜收金。所以是两件事情嘛，对，其实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我刚刚一开始就讲，有些灵是善灵，他就特别回来，就是对回来告诉你这个事情是确实有的。那那个孕妇事情也确实有，对，没错。哇塞，可以告诉我们这个饭店吗？来，觉得珍妮讲的比较恐怖的，请亮灯。一、二、三，太可怕了！吓哭了，吓哭！太好了，因为我们哭了啦，哭了，哭了。好，灯还亮不亮？灯亮不起来。哦，你灯亮不起来。哦，我遇到导演了。好，那没关系。来，那我再问一下，觉得那个 Keep 老师很贱的，请亮灯。我举手，颁奖，太可怕了，我真的被吓到了，我要去收紧了。最后那一拍哦，对，奖品，打开，好嘞。哦，谢谢。星星进宅湖啊。OK。来，就来装些圣水加一水。好的，谢谢。好了，那个我们的李刚林啊，他的最新的 EP 好吗？希望大家支持今天的鬼灯奖，相信很多的来宾待会录影结束就会把 Keep 老师打一顿。今天谢谢大家，谢谢。